阿公阿嬷们伫咧气球顶面点线，边啊个学生囡仔伫咧协助。这是今日七个树拿里关怀古典所安排课程，因应中秋节老师特别设计，学生背 DIY 做属于家己的月亮灯。我们市立医院基本上就是跟七股这边树影活动中心这边有办所谓四次社区据点的一个活动。那我们长期就是说在这边一到五都有这边办活动，那今天刚好呼应中秋节到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这边做一颗月亮灯，那之后就会跟大家分享，跟长辈分享说吃月饼的一个节庆啦。刚开始在咧点线的时阵，不是真实施，佮加上气球骨骨线拢会溜去，但是阿公阿嬷无放弃，一步一步到达来，就是希望会使完成一粒水水的灯。你若点了有好势，手若袂安颤吼，你点就好点啊。啊，你个手袂颤吼，佮你安怎用嘛无多啊。心情好啊，在家一个人无聊啊，会郁闷呐，会无聊啊。啊，如果两个老的在一起，讲话不中听就哎那个互动互动啊，这样比较舒服。除了学长辈 DIY， 老师嘛准备画饼，甲阿公阿妈分享，希望透过活动的参与，让因提早感受过节的气氛。南天新闻台三七九采访报道。